果真的要选我吗？确定。比比。比比。我想的是你的双眼，我喜欢你。就这样，那我们就那边先访谈好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了。为什么一直等我？嗨，欢迎光临。这边是你的租的房子吗？还是？这是家人的家。感觉这地方蛮高级，蛮高级的，有吗？比较隐秘一点点。隐秘就是注重一些自己的隐私。对，就是我的小空间。好了，接下来要去果果的房间啦。来 ，C 大哥。给他收起来。哦，这就书啊，一些书。太看不懂。你收的算是很干净哎，基本上你能收的全部都把它收起来了。我如果要收的话，请问我要收去哪里？全部都给你看。来，衣柜。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比较 sexy 的一些性感睡衣啊之类的？哈，这真的没有哎。没有什么兴趣。就可能别人送你的、啊，或是一些故意生日的时候，然后想要让你。开心一下。我收过最有趣的生日礼物，也是生日礼物吗？就是保险套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送我这个。丢掉了吗？喂，我送人了。换这边应该有了吧？那帽子贵。就帽子贵。而且你的帽子好多、哦。来，下面，总有了吧？有没有？哦，这个。这可以拍吗？哦，当然可以拍。确定。哎，那你之前在跳啦啦队之前呢，是做什么？有当过一般的上班族，然后也有表演的。以前是学特技的那种。特技？嗯。哎，那现在来个特技好不好？在床上，现在好吗？这样好吗？可以吧，来吧。在床上下腰不好看呢。那在哪下腰比较好看？好，下腰都会不好看。突然在家里下腰，好奇怪。爆点。好奇怪，就是真的很奇怪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好的，接下来姑姑要我们带来下腰走廊，来，我这样被整了，好奇怪哦，这样子那个通告费有加吗？你该，该收事情是的，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腰还好吗？还好啊，很好啊。对我以前最不擅长的话是倒立啊，因为我们要耗那个空顶。那现在有没有倒立？现在可能可以靠墙，以前是可以空的这样。你就靠墙。我决定我以后不要那么干净了。你的手脚还是脚尖的，是手脚尖。哇！哎呦！就这样。那我们就那边先访谈好了，然后来做个自我介绍好了。为什么一直等我？小小但很好吃的，这上面是不是已经焦了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意外，这个是意外，因为刚刚火开太大，我就放面了，所以它就瞬间这样软掉。然后没有，它太快软掉了，然后就焦掉了，太快，因为这样就不好吃了。我软掉了不好吃。今天是不是来整我的？来，谢大哥。他吃到焦的地方。怎么样？很苦。是不是真的蛮好吃的吧？真实的吃吗？可以，我们都已经讲实话，没有在那边客套。如果早一点再拿起来会好吃。早一点，太烂了，是不是？太烂了。焦了。它应该蛮好吃的吧？我上次自己吃蛮好吃的。厨艺就是每次有别人帮你吃过之后，然后你自己吃的进步。对，下次来你再吃就会少一条烧焦了。谁？谁？谁？果果啊！这是谁？果果啊！果果啊！怎么穿的一样？是不是比比？果果啊！这谁啊？比比果果啊！是吗？唔猜唔猜，比比果果，比比果果抓到了。你看他干嘛？我们现在直接上去录影。我还没有装法。没关系啊，我们直接进棚。直接进棚？对。什么意
经纪人跟你讲今天主题是什么？他说这是一个谈话性的节目吗？对，我们要来聊你素颜的样子。不要还要问哪个舅舅？来，我们看手机。三来人了，带上比比果果，果果嘛，你有哎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先别拿奖，别拿奖，先别，先别，他看到宪哥太熟悉了，干嘛哎，这么冲动，先不要，然后一见面就脱光了，一见面就脱口罩，看口罩，知道今天来是要看素颜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是今天要来聊聊什么化妆技巧？你还会几岁啦？你今年几岁？二十六。二十六，你才会相信制作单位的鬼话。好单纯，以前的真的是说什么做什么。哦，乖乖的啦啊，对呀，今天我们来就是要素颜的排行。素颜的排行，对，看你素颜的样子。你觉得你素颜好看吗？有自信的地方吗？皮肤吧。皮肤很好。就是好像听说比较黑的人比较不容易有痘痘，所以我就。没有坑坑巴巴，你不黑吧？没有坑坑巴巴，白白的。那有没自信的地方吗？比较觉得自己没自信，就感觉气色会不是很好。哦，当然啦，没化妆，每一个气色都很不好，就看起来会暗沉。哦 ，OK，OK， 很快出来了吧？怎么样？咱们有什么想问他？目前没有。那你敢让你的男朋友看你的素颜吗？是可以不用让他看到的吗？可以，有的可能住在一起，有的会尽量不看。没有那种日本太太都是那个等老公睡觉才去卸妆的，那个才可能。这种事，然后老公起床之前，他先起床化好，就是当一个努力不懈的人。对对对，真的不卸妆。然后老公晚上起来尿尿的时候，尿完一会了，哎，我老婆呢？但是你是哪位？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在他们心目当中竟然是第一名哦，已经有排名了。对啊，就是排名，你看一下。今天要排名的人都在这，有没有看到？好感动啊！所以下跪了，所以你是第一名，没有没有。然后要对抗的有这么多人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那上面有两个啊，他们都知道是要素颜来吗？很多不知道，全部都不知道，知道吗？你看他们每个都，你看到他们两个是谁吗？林莎跟心宇啊，哎呦，刘雨欣，好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啊你在这个球场旁边被遇到素颜合照也 OK。这个是等于是一个夸赞自己哎，哦对啊，超级炫耀文，没有炫耀，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广大的象迷，所以有时候工作就没有想要化妆去买吃的，哦，有时候店员可能就是象迷或者什么的，哦，在路上就被遇到，对，那他们就可能要拍照，那我就会说好，老着耶，哦还是来有小考虑啦，哈，小考虑，但是还 OK 啦，来直接看他素颜，看看，好吧，1、2、3。哎，真的是真的，你真的是素颜吗？我咬一下嘴唇。你有偷擦什么吗？这样有口红吗？我是怕太，我最害怕的都是这个偷擦，你是不行，不行，各位，谢哥，我要抹掉，我要彻底检查，脱外套，用那一招。宪哥，你用你的卸妆法帮他卸妆，舌头卸妆，他的嘴唇好像有一点点那个口红，帮他卸妆。我帮你卸可以吗？可以。怎么卸？刚刚有教我们一个。其实也会怕男生看到你素颜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去玩很大，你就好像很害怕。对，因为之前来的话，可能顶多就是可以一到就是有梳化姐姐们会帮你妆发，然后玩很大的时候是要过夜的，对，然后就大家是那个素颜，然后我想说，不知道看到我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小黑炭子哦，对，但是好像就大家都那时候宪哥、坤达哥都没有说话，可能就看过太多人了。哪里黑了？对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们球场会一直晒太阳。我们的礼貌是我们看到，但是我们也不会说。对啊，那你觉得你应该1、2、3、4、5、6排在第几名？这边。可能3、4就开心了吧？三四就开心，好嘞，好了，好来，那就3，来就3吗？3，好，顶顶下去，顶到4，顶顶，所以排行上不改。你觉得？我觉得你们要后面讲的意见，站，意见有什么？来 KOL 意见领袖，我觉得比比果果应该在第一个。为什么？哎呦，因为真的没什么差别。哦，真的没什么差别。你应该是象迷吧？对啊，我不看棒球，不好意思。你不看棒球？哎呦，他看网很大。好 ，OK， 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往前推一格，但是他不好爬过去，我过来抱过来。不要，他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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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可
好，那你自己。你不是可以啊？我给你的是啊，这个跟国母讲一下。哦，跟国母讲话吗？我高中的时候，女朋友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真的吗？是假的？对，真的。谁叫国母？嗯，不叫鬼，叫米果。他叫真的真的叫比比比比，是是是。然后他耳朵后面啊有一个刺青。哦，哎，会不会是你改名对不对？哎呦，鬼鬼鬼，不是吧？对呀。那我们就天然配对。哦 ，OK。如果真的要选我吗？确定。比比。比比，我想的是你的脸，我也喜欢你。比比哥哥，宪哥最喜欢这种聪明的。比比哥哥，你 Q 他一个。哎，我跟你讲哈，女生漂亮了很多，但有幽默感。真的，就他了。我们就是想说啊，不用你介绍了，我们就跟我们两个一起走了，对，我们就一起走了。Hello， 走了 ，OK。Hello， 你把大哥的女人带走，没有，不要牵手，我们就勾 ，OK， 勾小指，这样不会尴尬。一千的好狗。林青春春跟比比有出过，春春有出过唱片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，但有出过单曲，对，我们写真书也有啊，好像也会唱，平常会唱一些歌吧。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超有感，我不太知道我们两个为什么在这里。对呀，两位团结起来，不要被淘汰嘛，好吗？好，拉拉队那个的帮我们跳一下吧，来，手势手势，那个的，你那个是谁啊？叫做什么？陈子豪，对对对，豪，因为你就爆红了，起立，来，哦，跳起来，太红了，预备 ，one。1, 2, 3, 4 嘿，炸裂陈子豪，嘿，一起炸裂陈子豪，嘿，炸裂陈子豪，嘿，一号重炮陈子豪。哦，炸裂炸裂，有没有看到？比比，我要帮宪哥设计一个。设计一个，对对对。哎，其实不用换嘞，炸裂吴宗宪，一号重炮吴宗宪。好，红包题请出题。谁没看到？太无色。那你出来跳哦。没问题。伟聪来跳哦。那个伟聪这个出唱片，这是第几张？个人第四张，对不对？然后感觉起来就是比算是歌手里面太低调了，是。你要把自己弄得闪亮亮一点。好，今天很闪亮亮了，有闪亮亮了。然后让自己可以发光发热，因为你歌艺是还不错，很会唱。然后你这首歌叫《爱无赦》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有跳，你本身跳吗？可以，这首可以。不要，不要。是不是？趁机看一下吧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刚刚我有看你的肢体语言，真的不要用这个舞蹈来毁掉你的歌唱事业。但是我有认识哈，他们是专门会跳哦。对，那两次的，对他们两个来，有用炸裂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是，对对对。他没有跳。这个他好像在门口。弟弟，蓝毛弟。出来！出来！干什么？篮球，没有，他已经练好了。快点！他们两个就不想跳。快！我们两个会跳。黑暗中牵着手，我在诉说谁还躲着偷偷摸摸。你的爱要自由，只要温柔能被感受给足够。老摇摇的枷锁，是苦不是寻回到曲折能拥有。今晚的爱无赦，就别再啰里啰嗦，唯唯诺诺，畏畏缩缩。厉害！
恭喜恭喜伟通，那么这一包就是圈圈还有那个两个人，你们不是已经叫车了吗？那我有一个疑问，他们刚刚都没有跳呢。修个这样子，对，伟松有唱有跳，哎，鼻腔炸裂无中线 ，1 2 3 4，炸裂无中线，一级炸裂无中线，炸裂无中线，综艺天王无中线。哦，这边，爸爸你会吗？你会吗？炸裂我看，炸裂我看，来啊 ，1 2 3 4，炸裂，不会跳这种。